的那些年，小健健。哦，我好困啊，怎么办 ？Tim， 我好困啊，我今天怎么这么困啊？欢迎晨曦，欢迎 W。是不是出新礼物了？看一下。哦，好吧，也没有出什么新礼物。但是没有睡好，是的，没有睡好。欢迎 Peter。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点下，早点睡觉。我最近虽然下的早，但是我都没有早睡，就比原先睡的还晚。手走过明天，总会有些幸运会出现，我等待这一天，总有坚持，哪怕是给我提提神。你要怎么给我提提神啊？出现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真真，欢迎 Peter。 真真真真，欢迎海洋真。这我今天格外的困了，怎么回事？欢迎 F， 谢谢关注。真真真下了反而是不是就精神？下了也没有反而精神，但是卸完妆之后我就精神了，我每天都是这样。你会出现我身边，谢谢灯牌啊，欢迎 LY。欢迎 DC 哥，真真真 ，DC 哥，你昨天怎么走那么早啊？看你好像就来了一下你就走了，你是不是去睡觉了？欢迎白白的树洞，真。他是不是已经走了？谢谢关注。谢谢小健健，谢谢小健健，谢谢，谢谢你送我的这个云霄大厦，谢谢谢谢，破费了破费了，别真真。你刚刚是不是想要这个？哼，没有，我就想要薅薅他，你知道吧？其实也没有说真的一定要看，但是还是谢谢你，谢谢你送我的礼物啊，破费了破费了。
谢谢沈先生加团，感谢啊，真真，谢谢谢谢健健，谢谢健健送我的这个浪漫列车，感谢啊，恭喜你升到24级啦，健健，健健破费了破费了，嗯。破费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项链有故事，项链没有什么故事，就是随便买的。果然不送礼物，也没有啊，因为我刚刚很困啊，而且你说的那些话我都不知道该说啥。真真，谢谢谢谢健健送我的这个薰衣草庄园，谢谢。恭喜你升到25级啊！真真真。真真真真，没有不理你们，我只是今天有点困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我平时不困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话比较多。我今天人有点困，谢谢关注。真真，每一次我一进来就给我推你，你可以点那个不感兴趣，以后就不会刷到了。25级还没有另外一个号一半的级别。25级就是新号嘛，真真真真，欢迎吉米，欢迎向南，谢谢谢谢小礼物，真真，谢谢送的冰冻心动一刻，欢迎冰狗，健健你是哪里人啊？真真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谢谢。真真，我在哪里重要吗？真真真真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。你会不会猜到我是谁？你是谁啊？真真真，你说吧，静静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J，欢迎 JL，欢迎二哥。当复发，欢笑动物世界都太假，祖先已暮去眨牙。他们都在说什么啊？真困死我！都在说啥呀？这世界里都太傻。别表现得浮夸。姐，你刚刚说你是哪里人来着？你说吧。真的不会还认识吧？你真的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应该不太可能吧？谢谢关注。真真。真真真，猫，我的猫在睡觉呢，我的猫在飘窗上睡觉，它每天晚上这个点它都在睡觉。哪里人重要吗？那你当然不重要了，欢迎不开飞机的舒克。哼，婚纱，中国童话。真真真，别再进化，让动物世界太假，别露出假牙。
哇哦，谢谢小贱贱送我的这个月半星辰，该不会真的认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实在想不出我有哪个哥哥会取你这个名字。